JW 王浩儿、赌王千金何超莲、丁志高同埋薛凯琪一齐录影 TVB 节目娱乐大家。何超莲细佬何猷君啱啱宣布荣升做爸爸，但系超莲事前就表明唔接受任何嘅传媒访问。睇到 JW 嘅好友超莲见男朋友家长嗰阵时，佢就话：咁我好戥佢哋开心嘅，因为我觉得佢哋系真系好 sweet。你见到佢 po 出嚟嗰啲相就知啦。咁我觉得即系 Lorena 都系一个好 sweet 嘅女仔咯。咁所以佢有一个咁好嘅男仔锡佢啦，我觉得系好开心嘅事嚟嘅。你有冇恭喜啊？超莲做姑妈啦！即係佢弟弟生咗。哦，我未恭喜佢喎，但係我即係就咁喺 IG 有見到咯。你都會上心急做啊，媽媽。我會問啦。做媽媽？我會想，我覺得我人生入面，我會成為一個媽咪嘅。即係我係盼望自己係一個 family 嘅，咁但係即係未係而家咯。會問 big family 嘅想？我以前細個係想係 big family 嘅。咁但係當我開始人大就發現啊，生 B B 又貴啦，跟住咧原來生 B B 又痛啦，跟住所有嘢嘅關係就發現係唔可以有 big family 嘅，一個就算啦。可能兩三個咯，都兩三個，唔係因為加埋五個，唔係因為我以前細個係真係諗住生六個咁樣嘅，即係以前細個覺得哇六個成個足球隊咁樣，即係我覺得所以點樣都要可能兩個咯。嗯，咁你有冇時間表啦？冇乜時間表，以前細個就會覺得我三十歲前結婚，三十歲就生 B B 噶啦咁樣，但係又係啦，即係人大咗就發現根本嗰啲諗嘅嘢係都唔好實際咯，因為我到而家我都仲覺得好多嘢未做嘅，咁所以我覺得可以慢慢睇下，即係隨緣咯。